它的排质就是非常好，你要做这种哦开扇啊。欢迎收看魔术 channel， 我是 Davio， 我是妮妮。啊，今天呢要来送东西给大家。没错，今天会送的就是后面的这一台 Supreme 联名的街机，我眼前的这个联名扑克牌，超级可爱耶，好小副啊。这季呢 Supreme 新出了跟 Bicycle 联名的迷你扑克牌啊，看这么可爱，跟一般的 size 比起来，一般的女生就是你。嗯，你知道 bicycle 吗？脚踏车嘛。bicycle 是魔术师很爱用的一个牌子。知道，当然知道。那因为它的牌质呢，如果真的有用过的人，它其实非常滑顺。bicycle 只是它一个系列，那它的公司叫做 USPCC， the United States Playing Card Company。大概蓝色跟红色是最基础的版本，然后市售的话大概是80块到100块一副，其实蛮贵的，其实蛮贵的，因为它的扑克牌不是25块吗？对，它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它那个展牌啊，然后什么，它大牌比较大，里面有没有什么机关是可以作弊用的暗号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它的牌质就是非常好，你要做这种哦开扇啊，哦，这种动作，举凡有 bicycle 的人都做得到吗？还是要练一下啦。就是如果你用一般的 7 扑克牌，我很难做到这种事情。很难做到这种事情。上一次呢，它联名款就有这个透明的。我觉得这很神奇，我有看过这一副。你可以在游泳池里面打牌，是蛮帅的。扑克牌，蛮但是我没有开啦。装饰品。OK， 很帅。好，再来就是今天的主角啦 ，Mini Card。好，动作。我开吗？对啊，它这边有一条撕，可以撕开的。我知道。我有开过扑克牌，是很普通的纸质哎。啊，美妆博主哦、喔，来啊，正版的，正面都是正版的，都是正版的，正面就是这样 ，Bicycle Supreme， 然后背面，那個、背面比较大，这样，上面也是一个 Supreme。2 hours later， 你凹到啦，你凹到啦，不是它卡太紧了啊，好小张，其实这小小张很可爱哎，哇。它上面每一张都是写 Supreme 哎、欸，它等于是它的背面就是这个背面，另外一面的印刷是有一种复古桌游的扑克牌的感觉。它的鬼牌就是 Bicycle 独有的骑脚踏车的国王。哦，它的黑桃很帅。它只是多印了一个 Supreme， 然后吴俊伟刚刚就已经呐喊说：哇，好帅、哦，好帅，好帅！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它的哦 JQK 就是。黑色，然后如果是方块这边呢，它的 JQK 就是全红色的，单色的啦，它黑色就是单色，花色黑色，这样。然后它的牌背呢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它的牌质其实完全不一样，它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 7 牌质，对，一般的扑克牌，复古牌的感觉，真的给你一个童年的回忆。然后这个牌是真的上面有纹路。才可以这么滑，它感觉是有经纬线在上面，就是因为它这个专利的气孔，所以让它每张牌都会有空气在中间，所以它就很滑，很好用哦。如果真的没有用过 bicycle 扑克牌，可以去试试看，因为一副你一个便当，你就可以体验。所以平常我们要请你变魔术的话，要自备 7的扑克牌啊？没有没有，要自备 bicycle。所以不是 bicycle 你就没有办法变。我就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不变就是 7。这种廉价魔术我不变，像侮辱魔术师的人格。没有啦，多难相处，多难相处的。好啦，总之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要送出这个 Supreme 的扑克牌，请到 YouTube 下面留言。留言呆米我好帅。好，嗯，请到 YouTube 下面留言，我很帅。又是自肥，又叫自肥就对，你就获得抽奖的资格。这一副大概差不多500块上下。好了，今天还是要来变一下魔术。哦，很久没有变魔术了啦。这有小的扑克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拿一张标准扑克牌，然后它黑桃 A 升2，它瞬间变成 Supreme 小扑克牌。那可以变成1000块吗？